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200C，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稻香 Lidum Lidum Palliser 稻香 Marsh Tea。 稻香的主要应用是用在一些针刺的伤口，或者动物咬伤，或者直接是刀伤、刀刺刺伤的，还有黑眼圈、黑眼，因为撞伤导致黑眼，还有呢亦都是作为一种破解疫苗的后遗症的解药来的。咁稻香呢通常呢就会出现在一些人去抽血抽血或者做那个静脉滴注呢之后呢，那个针位呢是出现了是瘀晒即是出血瘀晒。咁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可以即时应用的。如果被那些动物咬伤譬如老鼠咬到狗咬蜘蛛咬伤或者任何动物咬伤呢，我们都会即时呢是想到稻香这个疗剂或者金丝桃 Hypericum。如果是很痛的呢，个伤口很痛呢，我们会倾向呢就用个金丝桃的。咁如果个伤口睇过嚟呢，係好似好即係好似好多毒好似血毒嗰种嘅症状呢，咁我哋呢就会用倾向呢係用稻香嘅。咁所以我哋通常呢，如果我哋喺出面去远足旅行我哋都常备呢隻疗剂嘅。咁稻香呢可以预防破伤风啦，你好多时候你知道啦，钉伤嘅刺伤嘅有时呢可能会有破伤风这个问题啦。好啦，咁另外一个关键嘅症状呢就係、是、出现喺呢、这个嗰、那个针刺伤嘅情况呢，就係、是、呢冻敷会舒服啲、即係你冻敷嘅伤口呢佢会感觉舒服啲嘅。咁有时候啲人呢可能係即係唔小心扭亲即係骨伤嗰个湿足果咁、而发现呢呢种系一种压迫嘅伤嘅，成个足果咧系胀起嚟，
变到蓝晒嘅。咁你试下用嗰、那个生金车 Anika 就似乎冇乜帮助嘅。咁你就可以用嗰、那个呢、這个稻香嘅。尤其是咧，你发现咧呢种嘅呢、這个种冤痛瘀痛咧，系冻敷会舒服啲嘅。咁所以咧，你会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咧，扭伤嘅地方咧系冇乜唔系好似发炎嗰种热嘅。是摸下去是冰冻的，那这个也是一个稻香的主要的症状的、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之后呢，你将那只脚受伤的脚包起来，它觉得不舒服的，但如果你用一个冰袋包它，它会觉得很舒服的。 OK， 那这种的情况的、啊、就算被蛇咬亲都好，如果它觉得冰敷舒服呢，你就记住呢是用稻香这个的疗剂的、啊、在我们通常呢，我哋咬咗之后呢、啊、有时有两种嘅反应，一种是一种敏感嘅反应、啊、一种呢就是一种血毒嘅反应嘅。咁、啊、如果出现嘅敏感反应呢，通常呢就会有风烂啦、痕啦、胀啦，好似浮浮肿肿又红嘅。咁、啊、如果一种系血毒性嘅反应呢，通常系蓝啦、瘀啦、瘀黑瘀蓝啦、啊、一种即系、就是、一种即系唔同嘅。啊，咁呢种一种系血毒嘅反应嚟嘅。稻香咧，亦都好多时候咧系可以应用喺治疗一啲慢性嘅痛风。咁主要嗰个关键嘅症状咧，就系、是、呢种痛风咧，就用冰敷冰水啊敷佢咧会舒服嘅。呢、这个就系嗰、那个呢类型嘅痛风啊嘅稻香嘅应用嘅地方。咁亦都有時用喺咧，稻香可以用喺啲痈瘡，喺啲人瞓得耐咧，啊嗰、那個皮膚咧係潰爛啦，啊咁就通常咧就啲啊瞓到爛咗嘅部位咧就開始萎縮啦，啊消瘦啦，同埋咧開始咧就有啲變凍嘅。好啦，咁亦都有時候咧，你唔小心只腳踩咗落去，踩咗落眼釘嗰度 ，OK， 咁而只腳嘅肌肉咧開始萎縮咧。咁呢種情況咧，記住萎縮、啊、肌肉受傷之後萎縮咧，咁咧呢、這個咧都係諗個療劑咧係稻香。好啦，另外一種情況就係疫苗啦，打針啦，咁疫苗當然用針刺啦嚇。咁、啊、始終咧，我哋針刺得嚟咧，會注射到外來嘅物質，好多時候咧對身體嚟講咧係一種毒藥嚟嘅。咁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諗下咧，呢個解藥咧可能都會係稻香啊，當然亦都可能會係嗰、那個金絲桃啦嚇，咁、啊、有啲人糖尿嘅人咧，成日要打針嘅，咁打到咁上下咧，佢就見到針就好怕啦，因為佢覺得即係個針可能怕好痛嘅，咁呢種情況之下咧，好怕針刺啦，啊因為痛啦，咁我哋可以用嘅療劑咧係金絲桃係 Paragon 嚇，咁、啊、用咗之後咧，佢可能咧就唔會再怕嘅。好啦，咁另外一種情況用嗰個稻香咧，就是、有時候咧嗰、那個眼咧係俾只波嚇撞親嚇、啊，一個波飛過嚟一撞隻眼，成隻眼都紫曬嚇。咁、啊、而嗰、那個傷者咧係中意用啲冰袋敷下佢嘅嚇。呢、啊、種情況嘅傷咧係、那個療劑咧都係稻香嚟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即係你会试下啦，即係你呢创伤嘅情况，你会用嗰、那个生金车啦、金丝桃啦，咁都试过未得呢，咁你就可以呢就係试呢个稻香。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